今集嘅獨海浮沉咧，就遠赴呢個台北咧，就帶大家去雅瑟音響嘅門市啦。雅瑟你未必認得啊，但你睇睇下面嘅英文就 Asha， 冇錯啦。我讀 Asha 嘅，我唔知係咪真係咁讀啊 ，Asha。咁好中意佢對喇叭啦 ，S520 啦，喺香港亦都賣得唔錯啦，因為非常平啦。睇下佢入邊有咩睇先。啊，去到即係朝聖啦，去到呢個叫台灣嘅 Asha。啊，下禮拜二去咗幾次？咦？啊，我唔理佢，佢唔理我啦，我就咁攞住部機入嚟啦。咁呢度見到佢嘅座地啦，跟住呢個門市啦，跟住呢個係店員啦。系啦，好，咁見到啦，咁佢呢度有520啦。就是想問一下，就是因為我很喜歡那個這個520，是，然後它因為它很便宜嘛，就是在香港，我是個最便宜的1000多塊而已。1600、1800也有，對對，港幣。你現在台幣是多少？6200，从前是5800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也是很便宜啊，6200也便宜啊。台湾的消费者、啊、哦，明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啊、但是我想知道，就是因为譬如我喜欢它，是，然后我们玩音响的就是很喜欢星级嘛，对。但是它在下一级就变得有点贵了吗？他在想一句是哪个？我们还有他的在上一期的、啊。上一期是什么 ？P701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哎，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进来。哎，好。对啊。好嘢，原来可以入去嘅。点解后面嗰个店员唔跟嘅？屌，好乸难。喂，你唔好啊，我个相机。哎呀，原来里面靓咁多啊！扯，我以为。系喎、哦。喂，咁你攞埋我部相机入嚟。哦。哦，呢度先至系我哋。点解出边个店铺咁嘅样嘅咧？就是这个了吗？下面这个。下面哦。这个是 Mini X， 这不是。这个比较贵，这个价格比较高。这个看一下就知道啦，那个箱子，喂，你个箱大佬都靓咁多啦。那这个是，这个又卖多少了？这个是10000多。可是我建议你哦，还是先不能拍呢，因为不能录影啊，因为我们这个、哦、如果你可以拍照没关系，可是声音档不要进去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个，这个不能说的话，现在不说，哈，现在不说，我不拍进去，我只拍这个 speaker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后如果香港有代理商的话，这个会啊，明白。现在目前代理商还不明确嘛？明白，好的。香港的代理未明确啊，所以就唔好乱咁讲住。我写翻字俾大家，话俾大家听呢个系。这就是520再上来的 model。对，即系呢个就系你好中意520咧，你升级就可以去呢、这个。这个叫什么吗？叫 P701。P701。对 ，P701。啊，你 Piano 系列的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开心啊！咁可以试听。嗱，系唔知佢几多钱嘅，亦都唔好讲住。它就像大只的520。系一只大只嘅520，但系我见到个单元咧。就咁目測嗰個質素應該係比520高啲，尤其呢個低音呢、这個嚇。咁睇睇後面係升高 Y 定敗 Y？ 哦，呢個都係敗 Y 嘅。呀，這都敗 Y 嘅。有升高 Y 的版本嘛？嗯，沒有，這一款都做敗 Y 嘅。對。佢哋而家係用電腦播歌嘅喎，即係你見到前面都冇，已經冇嗰啲 CD 盤嗰啲啦，即係直接仲用。Internet Explorer 去播歌添，睇下個質素係點先，因為我睇唔到佢用咩 deck 咩成。Amplify 在哪裡？我看不到的。哦，在那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聽一下 Dinah Crow 嗎 ？OK，Dinah Crow。蔡琴也可以，但系 Crow 嘅蔡琴也可以。咁我自己听开但系 Crow 同埋蔡琴啦，蔡琴啊，刚才那个也可以啊，谢谢。咁就试一试个人声咯。Thank you.
嗱，頭先我唔知佢係 file 定咩問題咧，播出嚟嗰只歌咧，唉，古古怪怪啊，敲擊樂咧嗰只。咁但係而家咧播蔡琴又個聲又幾好，差唔多。我唔知佢校聲啊，定係校成，即係嗰個功力啊，定係環境。佢出嚟個聲都有，即係令我感覺到類似一個坐地喇叭咁嘅聲咯。但係佢用緊後面嗰只㗎，你唔好玩我啊！唔係，佢係插住嘅。嗱，音色係 OK， 但係定位麻麻地啦，即係唔係好 focus 喺前面。呢個未必關我喇叭事。你個位好唔好聽咧？店員。因為我在這個位置不是很聽到個 focus 在前面的人的聲音、啊、好啊，那接著聽 Dynamic Crowd。樂器是完全沒問題的，我覺得樂器是很舒服，同埋佢嘅空間咁大咧，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音量，咁但系完全唔拆啦，即系控制到咯，啲中高低音都系。你坐唔坐个位先？好啊，你行开啊，嚟，因为个位好似 OK。我争好远啊，咁但系点解争到咁远呢？即係如果嚇，唔好意思啊。如果係希望佢聽唔明啦。如果我擺位係好嘅，我頭先坐側少少都應該 focus 嘅。咁但係而家係純粹我要坐到正中間先至好 focus， 我坐側少少就唔係好定位到咯。但係而家坐正中間係好靚正。是吧，坐你那边是不见了个人嘛。是啊。但是坐中间是即是这个位置是 OK 的。肯定我这个位置落了降头啦，因为。买怎么拿啊买。如果以我喜欢听人声来讲，那个唐音是。好似誇張咗少少，即係個人聲唔係咁厚，唔係咁油。咁呢個可以關好多嘢事嘅。咁但係以嗰個音場啊動態嚟講，已經係一個好上乘嘅舒架喇叭。嗱，冇得賣廣告，因為香港未有得賣嘅，真係 sorry 啊。是自己做的嗎？都我們自己做，但是就、原件是廠商的，可是哦對，因為那個電容是 Mandolf 嘛？對，電容是 Mandolf。那 this。这个 design 的概念都是我们自己，哦，都是我们。电容是 Mandolf 的，我们自己设计，全台湾制的喇叭，对，这在做，全部是中华民国制造。对，这个分音器在分音器就要测试了哦，就要配对了哦，而且我们在挑零件的时候就要配对了哦，所以这个 balance 才会好哦，两只。你也听得明啦，我费事翻译。对，然后配对。嗱，佢话呢个系呢个系列其实先至系佢嘅。王牌 product 啊，因为我识 Asha 净系识520啫，我就唔识其他嘅，其他我已经冇听过。啱啱听完啦，即系坐喺中间，我听嗰啲就费事拍啦。呢个系比较暖声，同埋系我中意啲嘅声音咯。咁原来咧喺如果喺国外咧就会卖成3000多元嘅美金嘅。3000多元美金，但如果你嚟台灣自己抬走咧，就係三萬九嘅台幣。嗱，爭好遠噶，如果你自己想抬翻去，咁亦都幾靚仔。當然你有風險啦，即係我亦都好悲哀嘅呢個風險，就係你未必有一個二手價，但係我覺得物有所值咯呢條喇叭。撲街啦，仲要有嘢送添，臨走要送幾隻碟。今年的音响检是要我们在台湾是12月25日，大概圣诞节的时候。哦，圣诞节，圣诞节的时候，啊、在圆山饭店。我啊，在圆山吗？哎，在圆山，就我们那个花博珍宴馆、啊。因为我18号会再来，十、哦、八号再来就是在101
的 YouTube 有个颁奖礼，在101、啊、是是是，然后走了，20号走了，哇，然后在1月15号再来，1月15，对，支持蔡英文，支持蔡。支持你支持吗？支持，支持蔡英文。好啦，谢谢你啦，谢谢。如果下一次我再来的话，我也送一些香港的音响剪的 CD 给你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啱啱咧就去完阿 Sa 试听，散晒啲饭气啦。咁啊，店员你觉得点啊？店员佢差啲瞓着啊嘛。啱啱瞓醒。唔係你覺得點咧？即係陪啲男人去睇音響悶唔悶咧？幾好聽啊！係嘛咁行嘅你？啊你係讚你係讚張凳嘢舒服，唔係讚個店員好熱情係嘛？好好人啊佢，係啊佢頭開接運站接你啊！係啊佢話如果我下次呢個叫16号、17号去台灣嘅音響展嘅時候咧，佢就帶我入場，咁我真係16、17号係會嚟台灣嘅，咁但係到時有冇時間拍到咧就唔知啦，就再做啦。都幾好聽啊！嚇、啊，小武雞係咪啊？好似現場。嗱，阿雪話好聽啊！嗱，大家信唔信又另外一件事。唔係，我唔識分嗰部，我記得第一次你問我覺得點嗰個咧，係嗰啲音樂樂器聲好清楚，但係一人聲嗰時咧，好似好有啲嘈、啊。哦，你抄我講嘢係嘛？而家嚇，我都冇聽到你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覺得好大聲喎，嗰啲係嘛？有少少拆，我覺得人聲，但好清楚。我唔知係就係清得滯，我唔知係因為佢未煲定係乜嘢，總之就吉吉地而係好清楚，但係太清楚。但係佢清楚到咧，好似咧每一個樂器擺喺邊個位咧都聽到。係啦，呢個係真嘅，就係個定位好誇張地好。咁之後嗰個咧，之後胃嗰對咧，成皮嘢嗰對，將嗰一堆嘢咧撈埋一齊，撈翻埋啦，就融合啲啦，係冇錯。係啊，咁 OK 啊，你都識聽嘢啦，係 啊，你抄曬我講嘢啦。我都冇聽你講，又瞓著咗啊！大家話我有冇講到啦？我頭先啲片明明有講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嘅台灣雅室朝聖之旅就咁先啊！有機會大家過嚟呢度，開封街一段啊，遠遠就見到大十字路口，一望就望到啦。呢個大招牌。係啦，呢度就大十字路口。咁你喺西門町嗰邊行過嚟，開封街一段見到係啦。雅室音響，記住訂閱司徒格大。